真的就是现在的手机，你闻不到味儿，太香了。来海口3年了，就没怎么逛过海鲜市场。今天晚上我们来买点小海鲜，回去做个好吃的。走着，我们这个海鲜市场里贼多饭友，刷到了，刷到海南粉了，回去做点好吃的。155，这个虾好好看，花龙，给我们便宜点，打10块给你。好多呀、啊，这个。哇、哦，这个你看看它有多大，大红花蟹、兰花蟹，好大一个这个啊！我想要这个。他说带我们去看一个好东西，叫老鼠斑。对，老鼠斑。600-700一斤这个。对，拜拜。喝高汤，我觉得我现在的汤比海鲜贵。今天晚上就等这一刻了。哇、哦，好香啊！噔噔噔噔，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这一锅上来，今天晚上一切都值得了。来吧，我们从哪儿开始呢？先喝口汤吧，我这个汤才是精华，就是骨汤的香，就是骨汤的香，然后你还能吃到海鲜的鲜，绝美味。我还是喜欢这种煮的筋道一点，稍微硬一点的。大馋的不行了，真的，减肥。减肥减肥，你小时候你考100分，你家里人也不能给你这么吃吧？蘸点汤，巨爽！我真的是第一次吃方便面吃这么爽，汤好喝，面好吃，海鲜也不错。他今天晚上是异常的有点馋，绝了！600块可能就是为了这一口。就是我这个骨汤就钻到这个肉里了，骨汤还得吃白象。小时候顶多就煮个鸡蛋呗，够意思的时候煮俩。我煮了两包，我放了两个大高汤包，就很给力。鲍鱼。我真的吃出来了佛跳墙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汤煮海鲜真的贼好吃啊！不行，我喝口汤，好爽。我说现在就这样吧，白象是有骨汤的面，又是有骨气的面。给我点赞就说的，饭友们明天见，拜拜。